本案经查哦，谢姓男子因为酒后向邻桌韩姓男子本人敬酒，因互不相识，予以拒嫌。啊，谢姓男子与柜台结账后，哦，心生不满，转身哦，拿起地上的椅子砸向韩姓男子。韩姓男子同桌两名友人哦，份额起身三名扭打。啊，本分局依法依伤害及毁损送办。